欢迎收看2019年11月11日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11月11日又称单身节，高雄市各户政事务所为了打破迷思，只要民众在这一天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民政局就赠送金铲子礼盒，祝福新人幸福宣告终结单身。鼓山区公所周边没有停车场，民众要洽公相当不方便。议员李乔儒就建议区公所可以迁建，却被市府回复该地被列为污染厂址后就没有下文。对此，议员希望市府单位能够倾听民意。鼓山区的中山国小内有个全台校园最高最长的溜滑梯，由学校与社区企业共同打造，从3楼溜到1楼不用10秒钟，让学童开心玩翻。11月11日是所谓的光棍节，又称为单身节。户政事务所为了打破双十一光棍节的迷思，推出了11月11日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就送金铲子的礼盒，祝福新人幸福脱单。这一天总共吸引了44对的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印有运字的金铲子，经过祝生娘娘加持，对许多新婚夫妻来说，有着早生贵子的祝福。高雄市各户政事务所打破双十一光棍节的迷思，只要在11月11日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登记结婚，市府民政局就会赠送金铲子礼盒，祝贺新人幸福脱单。我们发觉在光棍节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想要在这一天脱单成功，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个市民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11月11日光棍节又称为单身节，很多购物网站以当天双十一宣传，纷纷推出购物免运费活动，提升购物商机。111数字中的一象征单身，不少新人特别挑选在这一天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宣誓终结单身。民政局表示，预约登记以及指定登记的新人就有44对。市民朋友想要脱单的，那目前为止各户政事务所大概有44对。那么我们举办这一个免运送好运，那希望把这样的好运祝福给市民朋友。高雄市民政局为了祝福新人在光棍节脱单，除了赠送金铲子礼盒之外，前11组登记在11点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再加码赠送印章一对，让预约登记结婚的新人免带印章，只要备妥证件即可完婚，免印给好运。免印加好运，欢迎大家来脱单。记者曾志源高雄报道。双十一也是购物节，有家电商平台就推出书籍下杀折扣的优惠，但高雄一家颇负盛名的独立书店却无预警的在脸书发布本书店将于11月11日歇业，以实际的行动发声抗议，呼吁读者正视出版品无止境下杀折扣对于出版业造成的伤害。拉下铁门，大门深锁，高雄市的3余书店在双十一购物节的今天，不但没有跟风寄出折扣优惠，并在脸书粉丝团以白底黑字po文写下本书店将在11月11日歇业，用行动来发声抗议。消息一出，不少学生表示惋惜，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实体书店这样，那他们最近很多书店也会办那种讲座啊这样，那如果没有这些书店他们办讲座的话，其实我就会少了很多像这样子跟作者或什么之类接触的管道。毕竟作者也是人，他们的创作也需要被尊重。我觉得实体书店的这种不给人家打折的话，好像也是一种对作者的尊重。相较于3余书店的歇业行动，同样是实体书店的青年书局虽然正常营业，却不见买书人潮，网络售价的优惠吸引不少读者透过网络购买。这样的供应关系不仅对实体书店造成冲击，也让出版品成了商业产物。低价卖书是对出版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用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或比较强烈的动作来吸引各位大众注意书这个商品，你要把它当成一般商品来做这样的低价促销的活动，其实是对产业是很大的伤害。双十一购物节，电商平台出版品寄出下杀折扣，引发多家实体书店不满。不少独立书店在11月11日这天，透过串联发起歇业一天的活动，用实际行动呼吁读者正视出版品无止境的折扣对书业造成的伤害。记者郑志源高雄报道。
接着把焦点转到市议会，进行的是市政总质询。针对了鼓山区公所因为附近没有停车场，造成民众洽公不便，市议员李乔如在议会总质询时提出了一块被市府判定为污染场址的建地，要求市府加以整治，以展现正式迁建区公所的态度。市长陈其迈答询时指示副市长召集相关单位进行研议。鼓山区公所附近没有停车场，民众洽公时常因为违规停车接到不少罚单。市议员李乔如建议一块市有地可以作为区公所迁建的场地，却被市府回复该场地被列为污染场址后就没有下文，也没有后续作为，让李议员认为市府没有正视地方心声。那你要去查到底这一个不明物是什么，你要查，查的不明物我们才知道凶手是谁，我们可以追究。然后政府的责任就是你要去清除，时间长没有关系，鼓山区没有土地了。市长陈其迈了解后答询时，当场指示副市长林清荣召集相关单位进行研议，除了调查这块场址的污染源之外，也同步进行区公所迁建方式，以正面的态度回应李议员的诉求。我还拜托林副市长来照一下，看有其他的所在哈，原则上啊，那是公私合建。公家民间大家做下来去吼，啊嘛无一定讲爱政府出钱啦吼，来解决咱的财政的问题。另外，针对铁路地下化后九如路桥计划拆除，李议员要求市府改建为平面桥梁时，以景观桥的方向设计，加入科技感，带动地方观光。陈市长也给予正面的回应。那要拆掉要起来4.4亿，这个医生吼，嘛有拜托这个。咱的党籍的立委哈，民进党的立委哈，甲中央申请，我有那甲中央申请哈，这个预算我们看能不能到位。观光景点一种夜景的这种方式哈，来做这个改建的新桥，那把它成为一个观光景点。李议员还提到，台泥厂附近的柴山滞洪池完工启用后，却是杂草丛生。市府水利局长表示，将会加派人力处理。记者李正道、雷昌邦，高雄报道。针对大林埔迁村事宜，市议员吴明次在市议会总质询时指出，居民被迫迁出，虽然可以一坪换一坪，但还需要负债盖房子。他要求市府能够向中央争取提高补偿金。市长陈其迈答询时表示，会以专案的方式提供居民低利贷款，盖回想住的房子。大林埔居民因为被工厂污染包围，被迫迁出。虽然是一坪换一坪，但房子没了，得自己找钱盖房子。市议员吴明次指出，以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根本无力贷款盖房子，希望市府能够争取提高补偿金。当初迄个行政院核定迁村的费用589亿，还伤少啦。因为你即摆遮个人，虽然讲一坪换一坪，到遐时阵结果伊爱贷款啊，伊爱起厝啊，啊即摆营建。成本一平，然后8万至9万，那边那去。市长陈其迈答询时表示，大林埔居民迁入的小港凤山地区地价较高，市府会从优建价。另外，居民也可以贷款盖回自己想住的房子。高雄银行会以专案方式提供低利贷款。讲你钱加出来，你本来你倒住两楼，你怎啊搬遐？你要住三楼？哦，加息啦，啊有加出来啊嘛吼、哦？你要加出来，你要贷款这部分，哦，当然我政府我来负责嘛。我要求讲，高雄银行就利息的部分算上低的利息。不过，吴议员指出，红毛港拆迁的前车之鉴就是拆迁之后的居民有地却没有钱盖房子，导致居无定所，流落街头。希望市府以先建后拆的方式，不要重蹈覆辙。阿门港遐的乡亲，当初就是迁村，因无钱能起啊，因为分了土地啊，因怎啊开开的啊，开的了拢啊，起码拢伫个公园啊。在我們高雄公園地上那裡，在我們人行步道那裡睡，很可憐。補償的部分580幾，村的差異就是要做一些公共設施，徵地，廠區、園區的規劃也要錢。所以這個加起來，這個並沒有進行說土地的處分的這個價格。行政院虽然已经核定大林埔迁村，不过许多细节还是让居民不满意。吴议员认为，居民是非自愿被迫迁村，政府应该解决居民的困难，才不会成为迫迁的受害者。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进入秋冬季节，高雄市观光局除了积极向旅游业者宣导防疫措施之外，也欢迎各地的民众暖冬游高雄。针对了企业员工旅游方面，观光局更是加码旅游优惠方案，最多还可以省下2000元。十月中秋国庆连续假期，高雄旅宿业者交出亮丽成绩单，住宿率高达90%。高雄市观光局近期也强打秋冬游高雄，而为了避免年底疫情再度爆发，也积极向旅宿业者宣导防疫措施。其实我们已经在跟旅宿业者宣导防疫的一些相关的措施，也办了这个相关的教育训练跟讲座。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公共空间要专人的定时的清洁消毒。那这样子呢，可以配合我们这个防疫新生活的这些注意事项。好，那后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我们办理抽查，希望能够落实防疫的工作，也就是要让我们来到高雄住宿的这个旅客呢，都相当的安心，可以安心的住宿。不仅欢迎民众来高雄过暖冬，对于企业员工旅游，观光局更提供20人以上的员工旅游优惠，更加码鼓山洞及宝来温泉门票半价，就是要强力促销高雄观光人潮。只要是企业员工，他事先来跟我们申请，那针对20个人、30个人，甚至100人、200人以上的团体呢，我们会提供不同的优惠。我们有3个景点已经完全免费，就是我们的冈山之眼的天空廊道，我们的旗津的贝壳馆，还有我们的动物园，现在是基本上是门票全免。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另外加码我们的鼓山洞呢，跟我们的宝来温泉这个部分的门票，我们都会半价，包含我们很熟知的这个 iRide 智慧科技，我们的伊拉游乐世界都有配合这次的一个企业团体的优惠呢，提出相当多的团客的优惠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基本上算起来的一个人，如果说真的达到我们这个申请的标准的话，它可以节省2000多块钱的一个旅游上面的一个补助。高雄天气温暖，适合民众邀外地朋友来高雄旅游，结合观光局推出的优惠活动，欢迎民众一起来高雄吃好住好抢好康。记者张世明、潘怡欣高雄报道。网美打卡的热门景点集合，在十月底因为都市转型计划吹熄灯号，经典的彩色货柜屋和热闹的文创市集已经被拆除，旅客们的美好记忆只能够留在回忆里。高雄市都发局表示，未来这一块将成为社会住宅的用地，以供市民使用。据西岸攘网的热门打卡景点集合，经典的彩色货柜屋与市集活动，随着都市转型计划十月底正式画下句点，结束4年的时光，美好的回忆未来也只能留在旅客脑海当中。107年4月，当时候开始来就是把它开发作为我们亚洲新湾区的一个实验场域。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场域呢，能让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到新湾区未来的计划啊。所以，在我们现在要因应等下阶段的这个亚湾的未来的发展哈，我们要引进 5G AIoT 的一些产业哈，一些新创园区哈，所以我们有考虑到说，将来会有这个产业进驻跟这个就业员工居住的需求。位在新湾区的集合设计概念源自于立方体造型，透过数个缤纷多彩的货柜屋堆叠出一个立体的艺术空间。除此之外，园区还会不定期的举办艺文活动，成立后迅速成为高雄人气观光景点。但是因为都市转型计划，集合场域将作为社会住宅的新建地。那目前规划我们可以提供大概1600余户的这个住宅单元，我们会提供30%给比较有居住弱势的民众，那其他的呢，我们可以依照政策的需求提供给企业员工以及一般符合这个一定条件的这些市民来申请租。即日观光人气景点十月底吹熄灯号，市集的活动人潮充满文创活力的艺术场域，都已成为旅客心中美好的记忆。高雄市都发局表示，集合这个场域预计明年底进行工程发包，新建社会住宅，以加惠全体市民。记者金宪忠、郑志云高雄报道。溜滑梯通常是校园中人气最夯的游戏设施，而在鼓山区中山国小就有一座号称全台校园中最高最长的溜滑梯，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从3楼溜到1楼，让学童直呼好像在搭云霄飞车。校园里充满学童欢笑声，夹杂尖叫声，原来是小朋友兴奋的要来体验这座全国校园中最高最长的溜滑梯。小朋友秀一下，大约9秒就可以从3楼溜到1楼，很好玩。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比较快，然后有比较多
转的地方，很刺激，而且很方便，因为以后体育课不用再走楼梯，那个溜溜滑梯很顺就可以下来了。这里是古山区的中山国小，校园里原本就有座螺旋式的溜滑梯，会想要再新建这座新的，据说是有位小李明向里长陈情而来。李长伯伯说，可不可以再做一个三层楼？因为我每次教室都离那里很远，我都溜不到。早上在学校门口在指挥交通的时候，这个小可爱的女孩子就来拉我的裤管，她跟我说：“李长，啊，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你帮忙？”我说：“是。”她说：“就因为这样，她跟我讲说她溜滑梯溜不到，说可不可以再帮她做一座溜滑梯？”啊，就这个童言童语，让我，忍不住的。一上课我就马上跑来找校长讨论这件事情。那里长就是帮我们去跟全阳建设、黄院建设，还有前冷梅雨，还有这个百汉外语四个单位募集了50万，那另外的有20万就由我们家长会这边来支付。在社区企业的协助下，学童梦想成真。超高的溜滑梯让小朋友就像在蓝天白云之际展翅飞翔，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笑容。记者张世明、潘怡欣高雄报道。为了预防长辈发生跌倒意外，左营区光辉里里长特别开办引法课程，透过肌力的训练让长辈的手脚更有力。参与课程的长辈都纷纷表示，来到据点有人陪伴很开心，在肌力训练的带动下，精神也变得更好。跟着老师的指令，长辈们拿着各种颜色的球努力地向上延伸，这样的动作除了可以伸展手部肌肉，也有效训练长辈的注意力及反应力。除了手部的运动，老师还安排了腿部肌力训练，减少长辈跌倒的意外发生。在走路的时候啊，很常会遇到东西，踢到东西就绊倒了。那长辈他们也很常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扭到脚，我们如果脚的肌力比较足够的话，在走路的时候如果遇到障碍物可能踢到的时候，那我们的脚可以快速的去做反应，尽量不要让他们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扭到脚了，所以才会去训练这个脚部的肌肉力量。因为他们有一颗年轻的心、童心，所以要活就要动，所以真的很棒，所以我就开的这一班。光辉里长蒲一范表示，里内有许多独居长者，希望可以透过课程贴近关怀长辈生活，也让社区里内的长者们更有朝气，精神跟心情都变得更好。一带动我们精神都来了，团体嘛，有融入团体，那就感觉说很高兴。在家里好像很孤独啦，会比较自闭啦，来这里就开朗了。来这边活动以后回去我都觉得很舒服啊，走起路来也比较轻快啊。大家这样有一个互动的机会真是很好。虽然活动的空间并不是非常宽敞，但长辈们在活动参与都乐在其中。里长希望未来能够持续有更多资源和长辈参与投入课程中，为社区注入更多活力。记者金宪忠、潘文玉高雄报道。三民区振兴国中后方的巷道停放着许多汽机车，这样会让巷道更加狭窄，造成用路人不便和视线死角。对此，当地里长收到许多陈情，在相关单位几次会勘之后，就将巷道绘制禁止停车线，来改善道路问题。过去这条巷道旁其实画有停车格，因为停放的车辆较多，加上巷道的狭窄，容易让用路人有视线死角，造成意外发生。对此，三民区振兴里长沈秀玲收到许多陈情，在多次会勘之后，就在巷道内增设禁止停车线，希望能够减少意外发生。所以有些民众的话，长期哈，是在这个地方的哈，包括有一车的，那也有一些报废的车子哈，没有车牌的，也在这里占用这个汽车的停放处，早晚都有一些长辈、一些民众在承运，以及有一些学童在这里透过这个后门的话进出。那因为视线的死角呢，常常造成很多的擦撞跟碰撞，只好痛定思痛哈，举行那个联合的一个会勘。那在会勘的决议之下，就把这个地方完成
红色标线的画字。因为巷道紧邻社区住宅，因此停放的车辆较多。里长就表示，如今绘制红线可能造成周边住户不便，但是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还是会陆续请车主移车，要请民众多注意。原则上哈，我们是透过警方的一个联系系统，然后找到车主哈去做一个通报劝导，那再就是说我们在每一辆停放车子的车窗玻璃上面有放的一个宣导单哈，我们是宣导一个礼拜，那在一个礼拜届期之后的话，如果说你再不移除，那我们知道以道安条例的话，强制做罚单的开立以及那个强制的一个脱掉了。巷道过去也经常发生视线死角所造成的意外，里长希望透过绘制禁止停车线以及周边住户共同配合，来维护民众行的安全。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气温20度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气温19度到30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因短暂雨，气温20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因短暂雨，气温17度到27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我对细汉就是惯伫菜园做事，晒日头，流规身躯的汗来照顾我的菜园。虽然辛苦，不过大概收成的时阵，我拢感觉我的用心真正有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用心冲洗每一只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工上醒的机会好好处理，袂予人客。你若愈早来，这鱼就愈青。趁日头还袂出来进前，将讨爱人的机会处理了，这就是阮的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我对细汉就习惯伫菜园做事，晒日头，流规身躯的汗来照顾我的菜园。虽然辛苦，不过大概收成的时阵，我拢感觉我的用心真正有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用心冲洗每一只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别人搁咧困。